哇！好多謝華發咧，一直好支持我哋香港觀眾啊，香港啲業主喎，俾好多福利我哋喎。而且係因為博士啫，咁咧我哋而家咧其實每逢星期六咧都會有一個咧叫珠海華發物業會展嘅睇樓團，而且就係9月21日得10個名額，就呢個澳門煙花節，大家可以睇完美食完睇完樓之外咧，可以夜晚留低喺度咧就睇呢個煙花節。哇！呢個福利好吸引喎，但係咧得10個名額，可以撥打以下呢個嘅熱線，先到先得。好，快啲拉馬啦。OK。珠海會展海景睇樓團逢星期六香港上車，歡迎諮詢，報名熱線6840888786840888，出團見。Hello， 大家好，等一等，國慶啊嚇！首先咧，補足翻咧，大家中秋節快樂啦！今日咧就係追月啊，8月16日農曆咧，咁點解咧？我哋都趕翻嚟公司咧，就要宣布一啲好低首付嘅，又國慶又有優惠嘅，又好多嘢送嘅一啲項目俾觀眾，好方便嘅。嗱，總共咧今日咧，我哋介紹五大個項目嘅。五大低首付。冇錯啦，彩欣邊五個啊？有天茂嶺航灣啦，中澳春城啦，華發嘉禾城啦，咁仲有咧錦繡海灣城，最後一個咧就係保利天和啦，記都記唔曬啊！真係多好多優惠啊！嗱，咁樣咧，我哋嗱已經總納咗有五大項目啦。咁我哋逐一介紹項目啊。第一個就係咧，我介紹一下呢個天茂嶺航灣先啦。喺邊度嚟㗎？係啦，天茂嶺航灣咧就喺珠海金灣航空新城。咁佢就喺華發商都隔離嘅啫。係行路都行到過去。行到對面馬路嘅啫，係啊。冇錯，咁佢均價咧就係23,000嘅，一個均價咧，而家低首付咧20,000。20,000可以上車喎。係，咁佢咧就賣緊有咩户型咧？佢有4個積數嘅，85平、89平、109平同埋119平。係啦，咁都係精裝現樓即入住噶啦。即已經係現樓，俾20,000，跟住就搞掂埋嗰啲按揭手續，就可以做業主噶啦喎。冇錯啦，哇，好厲害！仲係現樓喎。係啦，咁除咗呢個咁優惠嘅首付之外咧，佢而家咧仲送全屋嘅家私家電，送埋人房車位。哇！真係咩？呢個係非常勁爆！我想講買層樓送大床添，送埋車位，好厲害喎！即係除咗家電之外，仲送埋個車位使用權。車位啊！使用權嘅車位，使用權嘅車位。都非常正啊！好筍盤喎，好筍喎！咁如果感興趣嘅，要即刻聯絡我啦。又係撥打電話，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咧，不如我介紹下一個大家都唔陌生嘅，叫保利天和啦。好啊，好啊！保利天和咧，其實我哋都拍咗好多無數嘅片咧，同埋已經好多年咁樣，一期一期咁樣。咁嗱，而家咧佢係最新咧就推出第三期嘅二樓嚟嘅，佢分別咧有81平啦、98平啦、119平啦，同埋140平嘅。部分嘅單位咧，亦都望到高爾夫球場嘅。咁嗱，佢個首付咧就都係60,000嘅啫，嚇咁就可以咧係上到車噶啦。咁但係咧，佢呢邊咧就暫時冇特別嘢送嘅。但係咧，佢始終都係一個名牌啦，即係一個好明星嘅一盤啦。阿 Jody 都有置業嘅喎，係啦，冇錯冇錯，可能揾 James 會有咧。可能有啊，到時依家你真係快啲嚟揾我至得㗎，因為可能係我到時會幫你爭取啲特別嘅優惠咧。係啦，哇！真係厲害，呢個景觀係非常靚。係啦，保利天和就係名牌嚟嘅，都係。好啦，第三個盤係乜嘢啊？咁啊，第三個盤咧就係咧，我哋成日都講話係好近好近珠海嘅一個即係中山盤啦、南朗啦。咁呢個我自己都去過好多次，都覺得係非常大盤，而且係佢已經係有部分係入住咗係現樓噶啦。佢而家佢開發到係第9期，就係呢個感受敏捷嘅感受海灣城，一個非常非常大盤嘅。咁佢就夾住咧兩條嘅輕軌，即係兩個輕軌站嘅物業嚟嘅。咁其中一個就係唐家灣嘅。唐家灣輕軌站啦，過去7分鐘啫，即喺我哋公司過去，唰一聲眨一眼，7分鐘就到噶啦，係啦，咁就單位就到了。冇錯，應該咁講係以中山價錢買珠海樓，因為佢個位置好近啊嘛。佢就喺珠海邊邊。邊邊，但係其實就係行過去幾步啫，真係就到㗎啦。係啦，咁啊，錦繡海灣城而家咧最緊要大家要知道咩就係咧，原來咧3萬蚊係首期喎。
已經係可以上車啦。咁啊，而家在售係乜嘢咧？係九期嘅六區嘅七棟同八棟。咁總數佢個面積咧係有105平啦。咁另外咧四區嘅十棟咧係有107平啦，143平。咁啊呢啲叫做係改善比較即係大少少啦。咁另外咧三棟咧有96平，咁大家唔想住咁大都可以住三房嗰啲嘅。咁最緊要乜嘢咧？最緊要就係咧知道咧佢係而家30,000首期之外咧，仲要係送全屋家私電器，都係拎包入住。咁如果係即係想趁呢個國慶，亦都係即係平平地可以趁而家有政策嘅話，就快啲撥打下以下電話去睇咗，睇啱咗就要揀樓噶啦。咁呢個都好優惠。係啊，非常優惠啊！點解你哋全部都送家私電器啊？係咯。好啦，第四個盤啦。咁我而家介紹翻呢個中山坦洲嘅你係你個老家喎。咁亦都係一個大盤嚟嘅，就係中澳春城啦。係啦，咁佢而家嘅價錢係有特價嘅，毛坯咧就13,000左右啦。如果係精裝咧就14,000左右。係啦，咁佢亦都係交50,000嘅訂金啦。係啦，就可以做分期啦，首付都可以做分期嘅。而家賣緊嘅就係四期嘅37棟嘅106同埋120平嘅一個單位，仲有咧係5期嘅41棟，因為佢太多啦，佢亦都係一個係啦，好成熟噶啦，好成熟，跟住咧就都非常之多人住嘅，而且係港人嘅一個業主咧係佔到70%左右，因為始終口岸過嚟係非常快，非常快嘅，好近，亦都係近翻珠海、南平啊、華發商都嗰邊嘅，係啦，10多分鐘就可以翻到人工島噶啦，其實都近三毛噶嘛，近都近10多分鐘又到噶啦。中澳春城啊，近三環。其實坦洲是很好住的，如果大家話即係唔在意呢個景觀的話咧，係啦，都可以去。我覺得成日認為是珠海口岸直路嘈一聲就到㗎啦喎，非常方便。因為坦洲就係咁㗎啦嘛，就係直路一下就到。即係同比比腳友咁樣。佢同珠海係一街之隔嘅，一橋之隔。一橋之隔。港珠澳後花園咯，咁佢交樓咧就係毛坯今年年底就交得樓啦，咁精裝咧要明年年底交樓啦。係啦。記得撥打揾彩啊！係啊係啊，堅持啊！係啊，仲有一個盤咧，就係華發嘉華城，佢就喺珠海斗門湖心路旁嘅啫。嗱嗰度已經 already 咧有一個嘉華城嘅大嘅商場。係啊。就隔離嘅啫。咁嗱，有幾多隻户型啊？彩欣。有3隻户型嘅，咁分別咧就咁係9棟嘅，87平啦，116平啦，仲有138平嘅，係啦。咁就由細積到大積咧，都兼顧到咯。係啊，非常。同埋呢個盤最大嘅特色咧，除咗送乜嘢咧，就係、是、就係嗰個面積嘅贈送嘅面積，同你買嘅面積幾乎係直接送面積啊！係啊，佢直接送面積，佢冇加電啊。佢直接送面積，即係你俾一嚿錢，你可以多成3至4成嘅空間。係啊，直接100%幾。而且佢個户型開得都好靚，好靚，同埋個景觀又靚。阿羅係哇哇聲㗎啦，哇哇聲，直接計埋價，直接計埋價，哇哇聲。係啊，你記唔記得我哋拍片嘅時候，送，即係一路咧由門口行到入去，連個廳你望住個廳全部都係贈送，因為冇花揀，因為佢喺個入嗰個積裏邊，佢有 show 俾你睇。同埋佢個裝修嗰啲材料咧，其實都好靚仔嘅，係啦。咁同埋咧，佢出年嘅3月咧就會交付噶啦。咁啊，均價咧就係14,000嘅。咁首付幾多啊？彩欣？低首付而家係可以做到12,000到15,000啦。咁啊，抵買啦！因為佢嗱，因為佢贈送面積好高，咁所以咧佢冇乜特別嘅橋樓嘢啦。咁但係可能嗰個對比起相對嚟講咧，就係佢個首付係高翻少少，但係物有所值。都係低首付啊！都係低首付。即係同埋咧，佢有白藤湖景嘅。哇，好靚啊！佢係個景觀兩，係咯，兩邊景觀，食海鮮又近咧，非常靚，同埋華發品牌啊嘛，冇錯，而且都係一個大盤啦，住起身都舒服嘅。哇，係啦，真係正啦！咁如果係想睇咁點啊？記得聯絡我哋啦。咁啊，坐緊你嘅電話噏一次啦。係6365-5137，6365-5137。我的電話是93435621，記住呢，這五個盤其實是其中之一而已，還有很多很多很多呢，趁著什麼國慶啊、什麼中秋啊、金九銀十啊，其實都還有很多很多的活動，真的時間有限，我們錄之不盡了，
咁啊，不如我哋就係、是、啊，今集就差唔多啦。咁嗱，記得快啲快啲揾我彩，揾我哋彩欣咧，同埋揾我啦。因為單位唔等人啊，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趁機會咧，三萬五萬十零萬到都想上車嘅話咧，買優質盤咧，咁就快啲撥打以下電話啦。係啦，記住親身嚟睇啊！好，出團見，拜拜。